哦，出了，对呀，哦，这只不行啦，这怎么啦？对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梨子，怎么看到我后面这个吊桥？没错，我们又来到平岭的一年一度的青竹外种。 还在继续，那我上次来了，钓的不错了，所以我又再来了。但我这次比较不一样，我是带小旗杆跟就是许妖跟鲤为目标鱼这样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马上来 go， 熟悉的放流点，哎咻，哎他这把草都清掉了，nice， 对，就是这里，来。 好，那我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放流是用什么给洗，就是其实就是小旗杆啊，然后基钓卷线器随便都行，然后用这种比较飘的，像我是用海水的短纤，因为要抛远，所以其实要有点重量，那我就用浅的这样，那钓飘很飘浅浅的就好了，钩子就我就是先用。 三号，饵的部分，因为平宁这边它有限制，只能用吐司，所以就自己想办法看要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吐司。我用的是牛奶跟蜂蜜口味的吐司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放流咯。第一步，找你喜欢的流。我看，刚才我们来这边观察一下后，发现前面那边有一条流往外带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抛在流上面，但是又有点距离，所以可能要抛大力一点。来，就像这样，它现在。 就会顺着流这样往外飘，往外飘，因为呆呆它不会咬没有那么近啊，它都咬偏外面，所以你就是要借由这个流，把你的饵带到它的位置。好，如果放出去都没有的话，可能是饵吃掉了，吃光了，被小鱼嗑光了，那就收回来。 收回来重丢，放流，石兵是不是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这不是吧？这是那个阿嬷吧？阿嬷，哦，阿嬷鱼，中，哎，他直接把它扯下去，哎，耶，对吧？哇，好爽哦，哎，新邮票，新邮票，青竹外来种，它是外来种，是哦，哇，马上开湖，放流果然无限可能。 哇，这只阿福好胖，哎，它肚子很大哎，哦，是哦，我们的山泉水阿福，超赞，哇，你真的是想要阿福，它就来了，对啊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赞，钓鱼棒，赞哦，哇，什么要什么有什么，在放流的同时也要注意你的线，因为会被流啊、风啊什么的。 所以你边放线的时候，也要想办法让线式成一直线的，不要让它有一个弧线啊什么之类的，不然的话，你这样开枪的话，很容易开不到，自线太多，所以你要边放线的时候，也不是说一直无脑放这样。哦，出的，哦呦，出的。 靠腰，哦呦，看，哇，你也出了，哇哦，出的，看，哦，哦，出的，哦，你也中正货是不是？还是我跟你掺在一起啊？哦，我抬在外面是不是？你是正货，那我应该也是，哇！ 哦，哦哦哦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过过几个，我在左边，正货正货，哦哦，正货哦，哎，你可以帮我捞吗？你可以帮我捞一下吗？你的玉饼感觉快不行了，所以啊，哇，大呆呆，哇，一次洗两只，哎，他们是夫妻是不是？ 哇，是哦，一次洗两只，哎、欸，其实差不多大。<笑>对啊。哇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同时起，哎，太帅了吧！<笑>哇，好爽哦！正货出现了，爸爸爸。
整货、哦。哇，哇，我们要暴龙了，要暴龙了，两只暴龙。下次来要记得带第二个网。我就说你网子太小了，不相信我。啊，他，你知道我开那个手刹车让往回，让他干，哇，对不住啊，干，哇。去了！我开刹车，让他出现，他直接一个炒米粉，让我完全没有挣扎的空间，哎，真的是禁不住了，我真是慢慢跟他玩，慢慢跟他玩，莫急莫慌，哎呀，我哎，这只比较，但这只比较小啦，这只没有像刚才那只那么夸张，这只抬得起来的，你看，抬得起来的。我刚那只拉不起来，来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看，要捞吗？可能捞一下好啊，对啊，你看，呜，你们这种 size 就可以啦，不要再该那个什么鬼啦，对啊，有有，哎、欸，大妖妖，好大的妖，老妖怪，哇，水哦，哇，老妖怪，老妖怪。对哦，哇，这只多少？有没有个50啊？哇，大妖妖！哇，太棒了，开始爆咬嘞！我到那个点都咬哎。它这里是大鳃，大。哇，大的，那我这是什么？它好像比较小一点，但好像也是许妖哎，因为它没有钻。呆。呆吗？哦，小呆呆，小瓜呆。哇，哎、欸，咬翻了，哥哥，咬翻了，是，哎、欸，真的开咬了，好扯哦，拜拜，爆咬，爆咬，爆咬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现在到了中午，突然开始爆咬一波，啊，现在几乎你只要飘到。那个位置飘到够那个位置的时候，几乎都会咬。是啊。哦，阿嬷哎，又一只阿嬷。中一只阿嬷。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紧转来哦，阿嬷。快来快来哦。嘿。你捞阿嬷。阿嬷，你今嘛伫倒位？紧转来哦，哇哇，大大三元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肥肥的阿嬷鱼。刚开始钓小只的新邮票，哇，这只好大！今天真的是爽歪歪，超爽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就拉不回来。你有没有看他？可以啊。不行啦，这怎么拉？哎、啊欸啊，你的线会没了哎。对呀、啊，看这怎么拉？他不会回头的。没关系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他不回头哎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他停了，他停了，他停了。哇，干，他冲好远！哇，这只应该是很粗的，他我压他冲太远了吧？哦，回来，应该会往左边冲嘛？回来，敢冲那么远啊？对啊，所以我刚才一直放线给他冲，他冲超远的。我捞网先准备。看。等他倒啦、啊！哦，没力了，没力了！哦，我也快没力了，很累。哇！浮头要浮头吗？浮了，浮了。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完美的角度。现在就时间问题了，你已经倒了，你就回来吧。哦，哦，好累，好累，好累。哇，复仇了，复仇了。嗯、啊。哦，哦，好累，好累。哦。拉网够啊。还没倒是不是？哦哦，看我手好痛。
你的网子可以吗？你的网子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哦，对哦，哦，哦，好嘞。新的你。哇，看超胖，你知道这多重吗？3斤多吧。没有，什么3斤多？3公斤，这是3公斤，3公斤重，这是。哇，超胖。哇，一围就全家呀。哇哇，手会抖，手会酸啊！我们要下课了，真的掉到手都酸的。那大家想看怎样的鱼可以让你手酸吗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来这边，这边的鱼就可以让你手酸了。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在这边，哇，真的是暴龙的鱼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，这些鱼。什么鱼都有，鲤鱼、阿嬷鱼、曲腰，还有一只欧许瓦，都在这一篮里面。哇，这一袋真的是，我拎拎看，哦，好重！这一袋少说有10公斤，你就看到瓶里有多少外来种需要被我们给清除掉。有机会的话，大家也可以来瓶里这边看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